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二十章。马太福音第二十章，一样啊，我们把它们念过去啊。马太福音二十章，从第一节到三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起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找出去雇人，进他的葡萄园做工。一天一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所当给的，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。一在正午喊声出，又出去。约在有出去，还有人。你们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去葡萄园去。都给他们工钱，到后来的起，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，捡银子，集资那些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，就埋怨家主说：“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。”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：“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以后，账的在前。”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：“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我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，将他戏弄、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。第三日他要复活。”那时西比太的儿子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，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：“你要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将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能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，就赐给谁。”那十个门徒听见，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佣人；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。”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极多的人跟随他。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作声。他们却越发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耶稣就站住，叫他们来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”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阿们。我们早上念过这个马太福音啊二十章，那大概有基本的印象了哦。当然，我们当中有对这一段经文啊，应该是蛮熟悉的了哦。那在第二十章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看到我大概做个三个分段哦。第一个分段就是在讲第一节啊，
到19节哈，在讲天国的奥秘啊，工作的比喻啊。主耶稣他来到世上，他为了讲述天国的福音哦，他为了用比较具象化哈，你比较能够听得懂哦，啊，就用好像比喻的方式哈。啊，这个比喻呢，可能在当中也有人是做农的，啊，在那个社会底下做农的很多。那做农的他用做农的环境来跟他们讲，大家较听有啦，大家比较听得懂啦吼。他一开始就讲，为什么是这个是天国的比喻呢？因为他说天国好像家主哈，今早出去雇人，进他的葡萄园做工。我们就想说，在那个我们外面，你会看到很多扛棒写说，一天，啊，恰工人啦，请工人啦需要人工啊，一天2000块、1000块啊，内价啊，0800啊，080啊，空啊，对对，0800啊，反正就是有电话了哈，内价了哈，有一折啊，内价，哎，就像那种感觉了哈啊，这个家族啊，就是应该就是主耶稣他本身就是神本身呐、啊。那神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，他是把天国哈、哦、有一个主人啊，那个就是神哈、啊，他在请工人一样哈、哦、宴席嘛哈、哦，要去参加神的宴席，要进去神的园子里面哈、哦、做工作。那神跟他们讲定工钱了哈、哦、啊，这个里面有我们刚刚在读了哈、哦，有一个是不变的，叫做一钱银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就工钱啦，啊，是讲定的哦，所以有人就早上啊9点就进去工作了，哦，那有人是中午啊，6节约在5正哈、哦，再来呢，申出下午3点，最后一个时间是有出，在古时候是讲下午5点，所以他做几。那个下午5点进来工作的，做到做一个小时，所以下午6点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下班啊。耶稣在讲这个意思啦，啊，大家的工钱都是1钱银子，然后一天的工资就是1钱银子，所以呢，从早上6点开始哦，到下午6点啊，日落啊，都出去揪工人啊。都有人进来工作了，尤其是下午5点，最慢的是下午5点到6点哈、哦。一天1钱银子的哈、哦，用当时的那个钱就是德拿利物了哈、哦，一天的银子哈、哦，就是罗马士兵一天的工钱薪资了哈。这、哦、第一梯次哦，第二梯次是早上9点哈、哦，在第3节。第3节，在四出啊、哦，在四出早上9点，第二次出去的时候，就看到街上还有营营业客啊啊，我带记者哦，闲闲站在那边，你们当吃饭的啊吼、哦。然后家主看到他啊，不，你们来做我石头哦，做我的那个工作哦。你们进葡萄园那个早上9点，那世上在那个起面，世上哈、哦、第3节世上还有很多闲站的人，这里讲的世上就是寻找工作人啊、哦，他们在站在那边等候的地方，好像公车站了、哦、你站在公车站台前面就是等公车，就要上公车，啊，你站在这个世上啊、哦，这两个字。世上哦，不是市场哦，是，要找工作的人哦。你站在那边啊、哦，就是你还没有工作做嘛哦。那第3、第4梯次呢？第5节，在5正和申出，5正中午12点，申出是下午3点哦。因为工人不够嘛，啊，主人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啊，他觉得工作效率。还不够、哦、那些人可能忙不过来哦，再继续请啊。第5梯次第6节，有出哦，下午5点。那有出出去的时候，怎么看到还有人闲闲的站在那边没事情啊？就问他们说，
你们怎么整天在这边闲站呢？第七节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啊、那个主人啊，就是神啊，也跟他说进不到园去。那很奇妙的哦，五次就赶人哦，请工恰赶人哦，五次哦，可是呢，工钱事前都讲定一钱银子。你看第13节，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：“朋友，我没有亏负你，我没有欠你什么，啊、你跟我讲定的哦。”从这个语气里面可以知道说，我们跟神之间哦，神跟我们讲定的了哈、哦。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啊，你从一个角度想，你会想说啊，主耶稣不公平，啊，早上六点就开始做，日头恰恰恰，哦，那么辛苦流大汗哈、哦，啊，以前，啊，这个下午啊进来才只有一个小时。5点钟，下午5点才进来工作，6点也跟着大家下班要吃饭，啊，这个也是一千银子。用人的角度来看，啊，主耶稣不公平，哦，我们流血流泪，哎，怎么只有一千银子？啊，后面来的只有一个小时，就做一个小时，流一小时的泪。流一小时的汗，流一小时的血的人，怎么还是一钱银子？所以主就说了，哦，13节，你看那个11节，他们埋怨主人啊。12节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但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这个哦，就好像我们的心态一样，我们来教会。啊、哦，我们总是认为说，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，是安怎？啊，我太比别人较歹命啊，迄是你家想的啦，那是你自己想的啦吼、哦。因为我们人有比较的心，你自己会想，是安怎做较济，老血老肝，啊，无人纪念。啊，先做啊！这个人快闲闲无代志做，啊，吃好做辛苦，啊，来教会就单吃饭尔，看来闲闲无代志，哦，看来出神的，我做插目的，哦，那个是我们人的角度啦，我们自己看的啦。但是从主的。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今天，哦，好像早上六点的来工作的人，好像你已经信主很多代，而、啊、你从小信的，哦，啊，你跟那个长大来信的，你会觉得说，啊，这个人信主也没多久，啊，他怎么在做很重要的圣工？啊，我现在。我信主比他几十年，我还在教他怎么样祷告的嘞。啊，为什么他现在好像做的服事比我更广，比我更多？哦，有没有这种心态？一定有啦哦。可是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刚刚讲的哦，你要想，主人给我们的都是一钱银子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尽可能的去努力，因为神就是给我们这个一钱银子，剩下的你希望多，你希望拿到更多，你就更努力，更努力的去做，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去爱你的神，不要一天到晚想去跟别人比较，我们比较都是啊，为什么他有好处，我没有好处？哦，啊，你没有想说他的苦难你要不要接？你等了受苦难、受苦楚的时阵，你要对伊来接无？我们常常讲，恩典常常是苦难化妆后的哈、哦，化妆后的苦难，你表面上看起来啊，现在那个人得到恩典啊多，
好，去讲个最具体的，昨天晚上讲的约伯，你羡慕他，后来大大的被祝福啊，世界第一有钱人，第一首富，可是他的苦你要不要受？你要承受不？不要点点嘛，安静就好了。批评干什么？你批评主耶稣的作为干什么？为什么他的福气那么多？你有没有想到说他的世世代代哦都在神的面前尽忠职守？你有想要加不？哦，所以不要心怀不平啊！哦，啊，为什么这啊？你们想说人家从阿公阿祖哦？就像我十年前在和美教会实习的时候，人家信主已经七代了呢。啊，你看神早就讲啊，爱我的，我必祝福到千代，有没有？人家已经在神的面前比你进步了，你讲什么？好、哦，换另一个角度想啊，为什么就晚上那个已经快要晚上了，快要睡觉了，哦，才进来做一个小时的，他的恩典怎么那么多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是第一代啊。他虽然二三十岁才来信主，可是他信主以后比你还兢兢业业啊，哦，比你还认真啊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慕道者，这样的信徒？所以他的进步很快啊。啊，你为什么要讲话呢？啊，主要是在讲这个啦。哦，我讲白一点就是这样了。好、哦，在第八节，原主开始要分工钱，好、哦，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。从后来的起到现在的为止，从早上六点的、哦、到晚上下午五点才进来被他请的、哦、只有做一个小时的，全部都给他们钱了。好、哦，啊，古时候的那个工作不是说一下子可以做完，有的时候你要按机动式嘛，做过农的人就知道啊，做，当然做农最好是你早上六点起就早上六点起，早上九点起就早上九点起，尽量不要说有的人六点进来，有的人九点进来，有的人这样，有的时候好像收到嘛，收到一样啊，你决定说要赶快这一批要赶快收完，有的时候如果还有闲工，你也是会请啊，啊，只是没有想到主耶稣他的请法跟一般式的老板当老板的不一样啊！啊，这个主啊，你看嘛，最后一个小时了啊，我要急着做完啊，主人就说好，不然我一样啊，算你一天的工资。好、哦，你想想看嘛，这个是不是老板的权利啊、哦？老板的权利啊，这个我们被人家请的哦，那点点的话，那卖恭维啊，不要讲话了。啊，付钱的又不是你，付钱是老板的哟、哦。啊，不会算钱的，你觉得老板不会算钱，那也是他的事啊，哦、但是不是主耶稣不会算钱了、哦、而是说在十三节到十五节，主耶稣说我没有亏负你，我没有欠你什么，十四节拿你的走吧，第十五节才是真正的答案、啊、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吗？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？你就嫉妒了吗？你不高兴吗？哦，像我们一样啊，我们一直看别人哦，你想，哎，为什么他祝福那么多？哦，啊，我的祝福怎么一点点？多少都是我们自己讲的，哦，那个讲的，这个红眼呐、啊，哦，你为什么红眼呢？你就红眼吗？红眼呐、啊，就是邪恶的眼呐、啊，坏心术的，你的心里很坏啦，哦。红眼就是嫉妒而心生怨恨的、哦、善眼跟恶眼在真言里面有出来，那个是犹太人常用的话了、哦、红眼睛、哦、眼睛红就点眼药水就好了，点眼药了、哦、不要眼红了、哦、因为主人在强调我的东西就是主的主权呐、啊。主耶稣要祝福谁？就拿亚伯跟该隐，啊，神偏偏就是要种。祝福谁？亚伯啊，他不喜欢该隐的基因，看不中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哦，在承受主耶稣祝福的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，除了我们自己要努力做以外，
再来是主耶稣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，他有权利要给谁多给谁少。好啊，你嫉妒，你与其花那个时间在那边生气，在那边嫉妒，在那边不高兴，像这个约拿为了蓖麻树啊，在那边一直跟主人生气，跟神生气，他没有想说神白冰白无辜在这么热的天气给他长大，给你遮阴哦，他没有感谢。然后呢，他就想说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那么热？我刚刚很凉呢，啊，为什么现在很热？哦，你本来就应该热的啊，那个突然出来的，那是神的恩典啊。那主耶稣在强调他的主权，我的东西不能随我的意思吗？还有他的慷慨，这个照我的意思啊，我要给谁多就给谁多啊，哦，你不高兴哦，不高兴还是这样的哦。所以十六节啊，主耶稣就讲一个真正的答案哦。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我们想到说这个主人哦，很不会精打细算的，啊，一个小时也是一钱，啊，那个早上六点做到下午六点，做到那么久的时间的还是一钱哈。我们不要花时间在这边计较说啊，这个主耶稣这个神啊，他不公平，还是呢，他不会精打细算，没有人也想要做他的工。这里主要是比喻嘛，主要是在讲什么遵循的原则啦。我们应该，你进去主耶稣的园子里面，你开始信我们真耶稣教会的那一刻开始到现在，你只能够拼命的往前做。你不要想说我要偷懒，我要硬硬啊行哦，硬硬啊无代志做哦，安尼我都食饱做功课。哦，吃好做辛苦啊，吃饱当困，困饱真正哦，然后我准备要去天国了。哎呦，啊，我在这边信仰无要无紧，拢勿紧啦。哦，怀疑后摆拢是同款，会当入去天国也有较好，你来做神好无？你来做耶稣啦？不可能啦！啊，十六节这里讲哦。在后的要在前，那个是态度的问题啊，态度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下午五点到六点进去的也是很认真啊。如果五点到六点的哦，就在那边摸灰啊，混水摸鱼，你想他能够进神的国吗？也不行啊。所以，哦，讲定的工钱就是一钱银子了哈。为什么会有纷争？那是比较，比较啊！我比他更高啊！我啊，现在啊，跟我同款，心里不公平。公不公平不是我们讲的算，为什么？我们不是神，我们必须认识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看不到每一个人的心理，他在神的面前。到底有多诚实？对神、对人、爱神、爱人，我们这个看不到。哦，好，就要讲最现实的。哦，你，我们去看看那个一般的信徒生活，你去看。你会说啊，为什么平平在信耶稣啊，你这个比较好过啊，那一户人家比较苦哦啊，为什么、哦、不是用这个去衡量的，而是神在操练每一个人，他的生活他的信仰都有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角度。就好像你拿保罗跟彼得比，可以比吗？怎么比？你怎么比？一个书读不多，一个书读非常多，一个开口就出口成章，哦，
都是文章的，很会写文章的。啊，一个可能讲话很粗俗。啊，你说主耶稣比较喜欢谁？你说呢？啊，保罗上帝三三天。啊，彼得主耶稣有特别跟他交代说：“你爱我吗？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爱我吗？牧养我的羊，你爱我吗？喂养我的小羊，喂养我的羊，三次。”啊，保罗没有啊，你可以这样比较吗？不行。主耶稣都爱，主耶稣爱我们哦，是在我们有的事情上面来爱我们。我们只要发挥我们的恩赐，哦，发挥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就好了，不要跟人比较，很累，很累。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啦，哦，啊，这里也在强调什么？这是神的主权，我们没有发言权。这个哦，在罗马书的第九章讲得很清楚，主人有权利去拉。好，我们来看好了，罗马书第九章。啊，你只要想到那个，你觉得神公不公平，你就看这个罗马书第九章。哎，保罗他自己也想，想无啦。但是他最后还是尊重神的主权呐、啊，主权在神了、啊，不是在你呀、啊，不是在我了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好，我们来念哦，《罗马书》九章二十节、二十一节，预备起。阿门。这回答了，有没有回答我们的答案？神就是那个窑匠啊。哦，他也可以造一个像所罗门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出来的环境。可是呢，他也可以造一个主耶稣说的比喻，拉撒路啊、哦，出生就是乞丐，到死还是乞丐。你可以说，啊，现在你信耶稣，信个，比阮这个吃菜拜拜的人，哦，更加无前途，无钱，无钱，搁拜拜耶稣，哎，就是爱拜。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不要跟神争论啦。什么我比别人更年轻，比别人更怕命，啊，现在我比别人更怕命。这个话讲都不能讲，因为我们是被造的。这里讲嘛，造物主，他从一团一坨土里面拉出来拉坯，有没有玩过陶土哦？在三峡莺歌有啦，哦，没有玩过，也看过人家拉嘛，哦，人家手拉坯，哦，啊，有的人哎拉起来哇，哦，然后再给他上釉。用最高级的釉给它上上去，哇，高级哦，卖到1000块。啊，那个有人清清菜菜100块，哎，50块一杯。啊，那个权利是谁？是你哦，我们都是那个杯子的，是你哦，不是的，是那个主人呐、啊，他要把我们拉成什么样子？我们只有认份、认命、认婚、认命。好、哦，这个在讲这个啦，耶稣在讲这个啦。啊，主耶稣也不是那么不能不通情理的，十六节啊，再翻回去马太福音20章16节哈，这样那在后的要在前，在前的要在后了哈。小智说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了。你花那个力气在跟神抱怨说，我怎么那么苦？那也在叛逆啊，哦，啊，你要想哦。你想一个，你就会高兴了、哦、你就不会觉得说你排名啊。想什么？小智那边解释的，全世界70多亿的人，整个地球里面哦，你再差再差，我跟你讲，你也打败了70几亿人，你也感谢主啊，你竟然能够找到
唯一得救的真耶稣教会。哎，这样不值得高兴吗？那你又为什么要跟那个已经在七十几亿当中挑出的人里面，你还要计较说？想着好像他过得比我好啊，那你可是能不能要不要努力？还是要努力啊，因为主耶稣说在后的要在前，在前的要在后。主耶稣在圣经里面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施恩的谦卑给谦卑的人。你想这个原则就好了，你够谦卑没有？你有够谦卑吗？人出人进来教会的时候你在创啥？人认真对待伊的信用时阵，你咧模糊，哦，你感觉讲神咧倒咧咪咧，哦，啊你自己不认真，你还计较说，我那叫拍面，我那呀，你花这个时间干什么？啊，主要是在跟你讲，你要认真就可以啦，你认真，神啊，催眠啊，神耶稣看不到，耶稣是看人的心呐。啊，你都到这关天都，你还要更好的祝福？啊，你对那个约伯怎么交代？嗯，约伯他有错吗？他没错呢，连鬼，哦，连神都在鬼的面前说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哈、哦？你有看到温刀一脚啊？万里恶俗，啊、哦，连想做坏事的心都没有。要甲人批，要甲人占便宜，拢袂。这老实的人，哎，魔鬼才说啊，无我互我调整看卖啊，啊，试看卖才会知，吼、哦，免讲遐济。你要不要？像约伯的，你要不要？他的苦要不要？你想要很大的祝福，像这么苦，你要不要？十个孩子，一天之内死光光，你袂无？袂无？要，你再来讲嘛。哦，主啊！啊，我大大祝福，哎，阿神跟你讲，你要大大的祝福可以啊。那我先让你操练一下哈、哦，看你配不配得，有配得，无配得。啊，你看人家那么有钱，我讲那个好信仰的，你怎么不讲人家那么认真奉献？嗯，好、哦，你怎么不讲这个？好、有的时候在讲这个事，我们要拿掉那个比较的心，然后计较的心呐、啊，看耶稣计计较啊，你要不要背耶稣的十字架？要不要？要不要挂在十字架六个小时？没有啊，不要啊，不要就点头啊，点点头啊。啊，好坏都要你挑哦，哈好哦。主耶稣在讲这个啦哦，十七节到十八节哦，你看主耶稣继续讲啊。耶稣上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那里在然后呢，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：“啊，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然后我将会哦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因为无名，然后啊，被人拍干呢，啊，皮肉绽开啊，他们要定他死罪。啊，啊，这个时候没有人要争说啊，主啊，无我替你防怕，哦，防替好人。”定死的是要决定，我替你来死啦！啊，这个时阵无人要干涉这，哦，啊，要得到好处的时阵，大家哇，足好讲的，我啦，我上高啦，我上好啦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心态啦，和、哦、我们一般人哦，甘愿要祝福，不愿为主受苦的心，哦，是不是？你要站在耶稣的角度啊，你不能只有站在你的角度啊。因为要讲公平，主耶稣也会跟你算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让你呼吸那么久，让你的心脏免费给你跳那么久，啊，你怎么都没有来感激我，啊？你有没有把你最好的献给神？就问这一句就好了。哦，啊，现在把人还讲哦，世上有美好的那个前途，大家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他甘愿为主啊牺牲这些？为什么？哦，为什么有的人选择职业的时候，他会选择要来当传道？啊，你们为什么不去想？哦，哎，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哦，一天不能够一天到晚陪在自己老婆孩子身边，
哦，有的人哦，派到很远的地方，两个礼拜才回家一次，一次一两天又要去上班了。啊，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跟他计较？啊，主啊，我现在做比伊较济，我还点点都不会讲，只有想那个，我什么都要我自己最好的，凡我眼所看的，我要尽力去争取。跟他安心，哦，跟你跟主耶稣计较这个，你好意思哦？好意思哦？啊，十七节，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啊。啊，他把十二个门徒带在旁边了，他要死了，定他死罪了哈。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不是犹太人用的酷刑哦，这是罗马帝国用的啊。主耶稣犯主耶稣他没有犯这个宗教的罪，跟罗马国家的罪都没有哦，但是犹太人定主耶稣的罪哦，也不是应该照理来讲，他们的权限只能够用宗教的罪去定耶稣嘛？因为国家的法律是罗马政府在定的嘛，啊，对不对？这个逻辑通哦。可是呢，主耶稣受的却是国家，你犯国家法律的罪，才受的那个钉在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无力吧？无力吧？没理，没道理啊！因为主耶稣没有犯国家的法律啊，哦，像你在新加坡，你当第三只手真溜啊，砸头会怎么样？被鞭刑，啪！你如果在那个中东阿拉伯国家，你犯那个小偷，你的手被砍断，那个就是你，因为你犯国家的法律嘛，哦。可是主耶稣也没有犯呢，他却用国家最严厉的那个法律去打他。你要么你在公会已经被打过了，按照犹太人的规定是，他觉得他们犯了他的法那个宗教的法律，他不是耶稣不是犯国家的法律哦，不是哦，可是他的苦就是用最严厉的国家的法律去定的，有没有合理？主耶稣也可以说不合理啊，但是主耶稣受啊，哦，所以很多事情哦，我们的信仰你就想嘛，谁最苦？耶稣最苦啦。你要不要受耶稣的苦？不要。你修得啊，我的精神与你永远同在，我会替你带路，你就好好去死好啊。哦，你我就在旁边啊，哦，替你流一滴的目屎就好啊。咱的大心态拢是安尼，哦，啊叫你死，无爱，哦。但是呢，要讨好主的时阵，要讨好福利的时阵。啊，主啊，我讲咩？啊，现在有，我有哪无？哦，公平一点啦哦，我们要把自己哦放在那个天平上哦，要用公平的方法称一称啊，哦，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比较正常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理解神的主权？生命是神的，啊，我们的角色是神给的，你认真去演就好了，不要看别人的角色，别人的苦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好，像每个人我们经历的苦都不一样啦，啊，你就欣赏就好了啊，哦，你就想说。保罗说的嘛，看别人比自己强啊！想着，哦，他遇到这个事情了，还信仰那么坚强啊，哦！感谢主啦，不错了！啊，你自己安慰说，还好我没有落到他的地步啦哦！啊，不，外心修为主，我没看你啊，我承受不住了哦！这样想就好了，替他代祷就好了哦。再看下去了哦，20节到34节，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啊。这里啊，你看，就又是另外一种哦。我们信仰不成熟的时候，会做的傻事，会做的蠢事啊。什么蠢事呢？20节，基比他的儿子要雅各了啊的妈妈啊，就带他的妈妈就带这两个儿子来拜耶稣啊，求耶稣一件事啊。主耶稣就问他啊，你要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妈妈就说啊，愿你叫我这个两个儿子啊。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马可的记载是
雅各和约翰的请求，可是妈妈没有参加，可是马太福音妈妈在旁边啊，所以对观福音嘛，哈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对观福音，这三卷哦，第四卷的约翰福音叫福类福音，这是另外一种啊，另外一个系统。所以对观福音有三个哦，你看到马太福音有记载，你去找马可，你再看路加啊，啊写的对象，啊有的人问说，那，那个四福音我要从哪一个先看？从路加，为什么？因为路加是写给世人看的，哦，世上的人，就当世人就包括有信的没信的，没信的看那个路加，比较看跨物啦。哦，马太福音强调的是耶稣是君王，哦，是针对犹太人，强调耶稣的那个君王的那个神性啊，弥赛亚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哦。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的二十一节哈，说耶稣说你要什么呢？哈，所以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了。你要想啊，你每次的祷告，主耶稣的态度都一样啊。你是这次祷告，你要什么？我们每次祷告，不要乱随便乱讲话，不要心急乱讲话。哎，不要乱许愿哦，许愿要还哦，啊，不要乱答应神什么，你既然答应神，你就要做到哦，啊，差不多在三十年前，在旧总会台中教会，有一个大学生哦，讲到后面的谢顺道长老都流泪了哦，都很感动了哦，讲什么？我。立志将来我一定要现身当传道啊，讲哇，讲到哇，难得嘞，大家现在哦认真读书就是为了以后赚大钱，住好房子哦，买好车，还有人要甘心做这个没有钱赚没有前途的这个行业哦，就感动哎，哦，感动到不行哦，啊，这个人有没有出来？没有啊，不啊，没有出来，到现在都还没出来啊，都在世界上忙着赚钱呢，啊，是不是？那，啊，你干嘛骗人家老人家的眼泪，很好骗哦，啊，不要这样啦哦，莫安尼啦，我们的话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都在多说就出于魔鬼。好，问题是很尴尬，是我们在很多场合还会看到他呢哦，我心里想说。我小时候就听你讲你要出来当传道啊，到现在你现在已经快退休的年纪你还没出来，啊，你敢不这样好吗？好吗？好不好？不好啦，在神在人的面前你都有亏欠啦，是不是？又不是只有我听到，大家都听到啊，是不是？好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哦，还是少说话比较好啦哦，要不然神如果算起账来，你说你要奉献给我，你要将你的一生给我，啊，你没来，几片坏感情，啊，所以说没有马上把你的命取走就不错了。另外一个例子，也是在台中，他的儿子台大毕业的哦，啊，赚很多钱，啊，在那之前他老爸就说，我这个孩子哦，以后要出来当传道，啊，可是。没有想到他在社会上的工作那么好啊，哦，赚钱像喝水一样那么顺，啊，舍不得啦，不甘啦，结果某一天莫名其妙就死了，啊，结果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听那个，我那时候也是小，我国中、高中而已，我也是听那些长辈在讲啊，啊，那个人哦，因老爸啊，一直讲因囝要做团刀，啊，结果成绩好，可以读到呆。哦，啊，达，啊咧，出社会个大赚钱，啊，结果呢，未晓来感恩，未晓来报恩，哦，啊，心无欢喜，甲因囝收倒去啊，哦，我听到的话是这样的哦，不要这样啦哦，啊，跟神要好处的说啊，你都完了啦，然后你当初答应神的啊，不，忘记了，忘记了，这神不会忘的，哦，你答应神的要做到。哦，
你以为神的像我们人骗婴啊，骗小孩啊，老骗啊，骗不了了，神都记住啊，到时到将来审判，神都记住了。我不好意思讲，行没帮你耍了，哦，这个很强烈的话哦，啊，确实是这样哦，啊，你敢讲，你就要做到啊，哦，哎啊，不然的话很辛苦哦，啊，很辛苦啊。那我们先休息啦，我们一起默祷。